那天不是看那个短视频，还有一个段子就挺逗的，说你东北有好多疼，大家都理解不了，滋儿滋儿的疼。对，那天昨天我俩还聊了，说扎巴约，扎巴约的沙汀，对，沙汀这些词儿都只能用东北话解释，没法。沙汀是啥？沙汀就是遮的慌，破皮了，沙的慌，我们就叫沙的慌。对，是这样。那我们后边就是听，你们没有后边那个沙的慌吗？啊，的慌，得意差不多，差不多。也哦，沙的声。他说沙的声更吓人了，沙的声，遮的声，得上，真的。这个挺本土，我们就沙汀，就沙汀，沙汀。我在觉得听沙的沙，听不土啊，沙汀。我第一次听要听的，我说什么玩意儿了？听不懂。其实大家的方言都很土，但是互相觉得对方土。真这闹挺。老舅是吉林人，我吉林长春，长春人。那你说咱离挺近，黑吉辽吗？其实咱我到长春也不远，但是不是说三省那个口音都特别不一样吗？辽宁差一点，黑龙江和黑龙江是普通话最标准，太多那个都辽宁不标准，辽宁太大了，因为靠海嘛。啊，你家我觉得也有点东北的，我家没有，就是承德，不是保定啊，保定就是北京南边。啊，那保定话可不是。保定话怎么说呢？我已经不太会了，我需要人带一下。那你指望我们仨？你们仨谁能带你家呀？比如我带不动，我们没有那种，比如我们太阳叫这个老爷。你像那像唐山话呀，你知道吗？对呀，唐山话很像吗？就是老爷不太像。然后上午叫这个头半天，就是头半天啊，头半天。然后下午就是后半天嘛，后半天。后半天啊，对，还挺难学的，挺怪的，就是我也说不太好啊。你俩这两天没少招待姐吧？这没有，昨天招待一顿。嗯，今天主要招待你俩。你的量大概是？这我还可以。其实呢？但我听从他从别人的听到你还行啊。其实你说说吧，其实就没见过。快。怎么个快？我以为已经有啥高评价，多快？快。就是哪年第一次认识比较熟的时候，就是你第一年上节目，就那个说唱啥的，就野狼啥的嘛。对。然后咱们也是线下，对，线下就认识好几个脱口秀演员什么一块儿，然后第一次、都是第一次见面，然后也就虽然是吃饭喝酒啥，但也不太好意思说啥，是吧？然后老舅吃饭之前就抱怨说，这一年光唱野狼，咋去哪儿都唱野狼，走到哪儿都让我这个画个龙画个彩虹，再也不唱这首歌，喝了大概得有半个多小时，半个小时载歌载舞了，然后就多了，说你们这个剧场没有麦吗？自己就左边来跟我一起，那可能喝得快，快，真的是快。因为有的朋友呢，就相对于腼腆一点，他可能见到陌生人，他不会那么快打开局面。然后我巨蟹座，我又特别喜欢你巨蟹座，你稍等一下，我也巨蟹座，我可没有这本事，是吗？回头我传授你。不是，你还是能表演，他就能，带动。哎，我感觉咱东北人都有，就是这个性格，是吗？就让大家嗨起来。真的，我的下一代就有一个，我的外甥大侄儿，反正之类的，他就很爱好就是提杯啊，跃跃欲试的，每次没到他都哎呀，准备的可着急了，是吧？主动要求，哎，我想说两句，那不就是原来的我吗？而且也是那种成套的嗑，还祝福一下祖国，首先还祝福祖国、啊，祝福祖国，感谢一下时代。咱东北喜欢那样孩子。谁要是那样表现，到时候哎呀，这孩子全家都夸。北方就是外向的孩子受欢迎。对。然后那个你稍微内向一点，然后就是这孩子格路呢，不乐之声。是。那这谁说你说。别让他说了。那你以前参加那种就是battle比赛，参加，嘎嘎的，地下。那时候我们好多英里那个，还什么奖金啥都没有，那时候没钱。就是有一些赞助，全是热心，能给件衣服就不错了，那就为那件衣服也整个你死我活的。那是不是都是骂？不是骂，就是他其实就是要找对方身上的点，就是你不论是你语言的破绽啊，甚至到你今天的这个穿着打扮，你够不够 hip hop 啊？你对挺严格，反正就找点呗，或者说就是大家，你稍微你这人胖点，我就拿胖当点，对吧？你或者你这人带个挺冒犯的，没冒犯。我不是说你啊，是两个人，网络不太发达的年代啊。第一反应的时候就是看见这个人。你怎么样？然后你就说他一些，
比如我看庞博，我现在就说你穿个白毛衣，但是你嘎瘦。感觉是在称赞他，我咋了？但是你不能脱鞋，因为你的脚丫嘎臭。哦，就是其实有点像开玩笑那种。哦、那他那都心里都得可强大了吧？当时不能绷不住呗，绷不住就我哭了。我最开始有掰到我被人我被人说到气急败坏，就直接就丢麦了。真的骂不过人，因为他说了一串英语，我没听懂。那你有啥的？你没听懂，你正好，反正也听不懂。他就戳中我这个点了，反正也没有伤害到你，因为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因为特别小，那时候才十几岁，啊、就是你那种少年那种自尊心，明白了，就很容易被打击。那你比如说说唱的时候，你有忘词的时刻吗？你能断一两句，他能想起来？大部分还是能，除非说那种比赛紧张的不行，有一些。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参加一些说唱比赛，确实太紧张了，就紧张到宕机。对呀、啊，真是接不上。而且说唱那个词儿都贼复杂，他们有的那个技术特别麻烦，因为太快了，它里边乱七八糟那样压着，你错一个就连不上了。对呀、啊，经验丰富的就是咋都能连上。是吗？嗯，对，嗯。哎呦，我一看那个忘词儿，那就炸。嗯，你是不是对忘词儿有 PTSD？ 特别怕忘词儿。我怕，我也怕。一旦忘词儿，脑袋就哭了。你有啥可忘词儿的？你不都有那个？有忘词儿。你有脱口秀有要脱稿的吗？你现在当然要脱稿。你剧场演出不就得那啥吗？你平时的演出他只是有，他不是有。但是你要是盯着他，不是没、啊、对，那就完了呀。那就对对对，那就完了。哦，但我已经会盯着他，但同时又盯着观众。如何呢？就是就是你眼睛会一个上一个下。不是就是，你比如咱们这儿一个电视嘛，你就虚着看嘛。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你有一句话你说的节奏不太对，或者加了一些浪荡话啊，不就没了，后面就没了，就废了，就废了。对对对对，所以我说的忘词儿不是就是他的、啊、不是完全忘，不是完全忘、啊、就这句的节奏你忘了，一不小心加了一些，对，你那语言的节奏一旦给你破了，你后边表演都不顺。其实提词器也就是属于有一个保底吧，他有时候出的不对反而干扰你。对，你要是真想好好表演，你比如说像我们要真是说在那个晚会上或者说一些比赛里面想呈现好的话，那个必须烂熟于心。你要真的又想看又不想看，那个心理压力反而更大，压根儿就是不看。你们那儿都什么时候开始包饺子？下午晚上。晚上，因为我们咱十二点吃饺子。你家吃啥馅？我家一般吃三鲜，然后韭菜鸡蛋肉呗，对，差不多都是，是吧？今天咱没有这些馅儿，明白，明白。对，今天咱们比较厚实，咱们牛肉茴香。牛肉茴香，我们那儿有茴。你吃茴香吗？可以，没问题。我发现南方没有什么茴香馅儿，不吃茴香，不吃茴香吗？啊，都有词儿菜。这个四川话可以哈，四川话、啊、相当可以，多少快十年了，相当可以。你平时在四川也是说四川话？对，我说的挺多的。那你儿子是说东北话还是说四川话？他四川话呀。那他会说东北话吗？东北话会说一点什么？吐鲁卡。吐鲁卡是快溜的。这是教点常用的，这是东北话。我俩都没听懂那东北话，你教这么。吐鲁卡，你吐鲁卡是什么？就地上土道那大土盖子。土咖了。我们叫吐鲁卡，你们叫土咖了。快溜的。河北不就说？河北叫啥呀？就咖。土咖了。位置。我们叫土咖了。就是对呀、啊，叫咖了呀。咖了土。不，就是咖了。我了靠！我了快溜的，你们没听？快溜就撒楞的，对、啊，说吧。对呀、啊，撒楞的就是 hurry up。快溜的翻译成撒楞的，你说谁听得懂？那你能说福建话吗？不行，福建话完全没。福建话到南方方言你是完全听不懂。就是我去他家，比如过年啥的，他们亲戚之间就说话，我就那你在旁边干啥？微笑？咋整？我可以冥想，就甚至。你去他家过过年，过过年、啊，那你坐自己坐那儿，我就坐自己嘛，然后自己坐的时候坐自己，我就坐着，然后那个他，我丈母娘吃饭的时候，比如说让过年你多吃一点什么，他们那个方言管这个腿叫比，就比，对，就是鸡比，还是鸭比，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吃一个比，吃个比，我说我可以，但是这哪个是比呀、啊？是毛笔是钢笔？那鸡翅叫啥呀？我好像没学到这一课，奔着死穴了，忘了，我全是死穴，我就净吃笔了，我就净吃着，我就记得一个笔吃饱了，太逗，鸡笔。哎，丈母娘是不是都挺天然的喜欢？天然喜欢姑爷吧？对，会至少比老丈人喜欢一些。啥呀？你俩这今天上超市一顿采购啊？一顿采购，整点熟食烧鸡。行。
做线子。我跟你说，雪琴招呼姐应该也是一把好手，我一般指定能整老满意。咱这些手指一份都整了吧，剩了干啥？那得剁呀。不用、啊、这个不用，这个不用，这你管它一个样，反正肉能不好吃吗？但这得打水。你会呀、啊？得打水，打水就挺难。你是会做饭的是吗？我会做饭，你让他弄呗。但是 我俩能切葱。这个太……你会整啊？我你不会做饭是吧？我会包，我也会包、嗯，我也能包。那我把那皮儿拿出来，那个他要求有那个咚咚咚咚咚那个。你刀工有那么猛吗？就是啪啪啪啪的。还得有那个呢，哐哐哐哐哐，稀碎，哐哐稀碎的时候在那样。那你太费劲了。哎呦，可行啊！哎呦呀呀呀！别说啊，可以。哎呦，你这但是我没有，但是我没有豆腐馅儿。没事，你就切碎呗，这刀工可以啊。这还不行，这太行了。你这到老丈人家，那不得表现呢？但是他们不吃饺子，米其林切别的呗，切别的不帮厨啥的。帮，吃的东西习惯。老丈人家需要干活吗？我觉得这事靠自觉。就是你觉得需要吗？能做，我觉得对女人在谁家都是去了吧，咱都别要玩玩别做着像个爷似的、哦。我觉得真的，尤其是要自己家就更别说。但我家啊，我家所有的那个姑爷都不干活，不干活。嗯，那是一种习惯。就是、不是，就是我这辈儿的姑爷都不干活。啊、为啥？就是我姐夫们也不能这么说。你得碰死他们呢。我也不干，动起来我也不干。长辈就不让他们啊，不让干，一手不让伸，开心不让干，对，一手不让伸。我们也是说过年了，干吗、啊？你们俩在外边本来就那啥啥的，啊、然后都不太让干吧。但是端个菜啥的，啊、那是力所能及。是，我已经开始辣眼了。哎，你喝口水，管用吗？管用，毛毛教的，我给你整一口。这是什么道理？不知道，反正把那个鼻子那块封住，口水不往眼睛上去，有可能。但是怎么把它剁成馅儿？你就给剁碎就行，瞎剁。叭叭叭叭叭叭用搁油不？是不得搁点油啊？一会儿搁，就是哐哐哐哐哐哐哐。你就别拿那个手护着了，你给我来，他们就飞的哪儿都是。这含口水，那他白含这口，你含口水不了就？要不没事，就这么整呗。是这意思吧？我整会儿。那你等会儿，我看你这，你把这往上搂了。我来看。还得是，还得有这事。你这是正经动静，我那不行。我刚才那 flow 明显不行，但是我弄那个就很阻碍聊天。不，没事，我们可以不聊天。也是，但我从小就行，有点阻碍。是是是。那老舅，你那个啥？咱离得也没那么远，不用，大可不必。你俩客厅唠吧。那你这个说唱从啥时候开始整的？2000多少年了？得有小20年。2003、04，你就十多岁呗。对，就开始整，上大学之前呗就开始演。咋能知道就叫整开始整说唱呢？因为那时候吧，我有个哥们儿，他在校园组乐队，组乐队我就老想参与，我又不会乐器呀、啊，然后我就天天看看他们彩排。看他们唱 Beyond 的歌啥，贼羡慕，还自己写歌。然后我就也学不会吉他，当时就是有一首歌叫《大学自习室》，嗯，你知道吧？那谁，郝宇。对，从这个时候，那我们呢？我说那咱就搞说唱吧，这玩意儿不用乐器，能写就行，挺厉害的。郝宇大哥那歌写的也是神来之笔，很传奇的一个。对，现在也挺厉害。郝宇从那时候知道说唱，但还不懂，太厉害了，不懂啥叫 Hip Hop。嗯。然后慢慢的知道哦，说唱还有这种文化，嗯，然后就拉着我那个搭档一起搞，就大家就成立校园组合，嗯，当时就叫无人吧，当时叫禅，不是吃东西那个禅，是禅坐那个禅宗，哦，叫那个禅，你俩整的还禅，挺老派，整挺老派，对，哎，那作曲你咋做呀？哼哼啊，真厉害。就最后就变成经验了，它主要是你需要从哼一两句的能力到哼出整首，对，知道吧？就跟 freestyle 似的，它都得练。这馅儿啊，挺瘦啊。对，这个这馅儿真挺瘦啊。这个牛肉是瘦点不好，你不体重管理呢吗？不是，我今天没吃，我这不等这一顿的吗？你最近管理咋样啊？我管理还可以，还可以啊，瘦了。在管理，服从管理吗？服从管理。还有糊面呢，糊吧那就倒水点儿就行了。
拿出来吧，倒一碗就行了。那他怎么了？哎，不是，一会儿咱是不是里边得包点钱儿啥的？对，包钱，包点硬币，包点钱儿。过年了，包点钱。你那也是包硬币吗？包硬币，哦、还包不然包，我们包现金100块钱。我们那儿包纸币，我们那儿有一年有一人包个硬币，啊，吃了之后吃进去了，我的妈呀！然后挺急呀、啊，吃啊，嘴挺急，嘴太急了。一家人吃完说硬币呢，没有啊，至今不知道谁吃进去了。完了，哎，轮流去照 X 光。从那以后，我们这儿都改包糖了。包糖，我们又包糖，我们又包糖又包硬币哦。哎，咱俩包饺子差不多哈，长得一样，传统包法。传统包法。你这饺长得也挺特别，你这像长这样，人家就是饺就长这样，精元宝似的。对呀、啊，你看这种就是一种包法。这是我们那儿的，你们那儿的一种包法。咱俩这个，我是你的进阶版哦，你还捏一下，我的48个褶，你感觉？我不会捏，我去年不是三十之后大年初一回的东北吗？回东北还是觉得。哎呀，那种氛围我还是喜欢。东北过年，我觉得那才是过年，尤其东北搁村里过年，必须得搁村里过年。哦，对，我们上次还聊来着，这是你大名吗？宝石是你的大名吗？宝石真名，真名就是宝石是他真名，家里起的。对呀、啊，我哥都范宝字儿。哦，你家范宝字儿？范宝字儿，到我这儿叫不出来了，叫的宝石呢，还我家邻居小孩给起的。怪不得，我家我排。我们排到了建设的建字儿，嗯，所以其实我庞建以前你叫庞建，没有，我叫庞建，我属龙嘛，庞建龙陈啊，建陈建龙也太直接了，庞建陈，哎呦也挺好听的、啊、小名，听着还有点像大侠呢，嗯，因为我哥是那个他属猴嘛，他就是建身。哦，你家这个挺容易啊，挺简单，嗯，因为没有一个孩子是一年的，哎呀，你这血也是排的是吧？对。还有一些李雪们吗？有啊，我哥要李雪松，因为我姐叫李雪楠。那你家都是？我们家都是树。树啊，对啊，对，我刚才说都是树。完了，我妹叫李雪萌。你不是？我不是那个杨树 的，我不是杨树的杨，我爷没给我起那个按树来。但南方有的时候起名还更随便一点。好养活的。活的养活的名，长活的好壮实。大名吗？对啊。啊，满仓这种还行，不是还不是类似这那种，就是什么什么小小猫小猫小狗那种感觉的，阿猫阿狗，这不都小名吗？不是真的啊，真的呀，大名啊，写身份证上的啊。对，这去医院挂号多难受啊。哎，最逗的我看之前有一个网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那图，那人叫支付宝啊，我也看到、啊、那我觉得支付宝很正，因为富和宝这俩字儿其实挺适合起在名里。我们当时有个老师叫支付，是吧？南方的老师林支付，而且他出现的是比支付宝早的。应该对肯定啊，对，他没有办法，是个大叔的名字，他没有办法的。哟，没包硬币啊？没，还有呢，咱最后几个放呗。对呀、啊，我现在去把硬币啊，那花椒油还放不？可以。现在家里能找出硬币来都不容易。不烫不着。你儿子是哪年的？我儿子14年的，属马的。那他表演打电话就不是这样了吧？对对，他不是那样，他不是那样的，他是这样。对，好多人现在对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就因为这是那个像手机一样，就是有争论啊，就这样。那小时候。看春晚，有的时候我还嫌我姥姥姥爷家不农村嘛，黑白电视，我还不愿意在这看呢、啊。看上邻居家看去，走好久，黢黑的，我姥爷给我背过去，又给我背回来，就那一台彩电，那、啊、人家有彩电，我姥爷家黑白还不真灵，小的时候没信号。小时候看春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啊，对，要不还能干啥呢？我每年等小品，就等小品。就等相声小品，然后那一个小品的一个金句能基本上能管连续一年，又到下一年等新的，这创作压力挺大、啊、背负着全国老百姓的希望、啊、对，好弄吗？好弄，这么多呀、啊、咱们包个，咱别包一块有点太大了，对，一眼就能看出来，包点一毛的吧，一毛的也行。嗯、你来，一人包一个，咱一人包一个呗。对呀、啊，别谁没吃着。那我稍微做个记号吧。咱这饺子包的可真是五花八门的。
主要是你，你别往别人身上说，五花八门主要花在你那儿。你们现在主角在点水吗？点。要不知道他熟没熟？对，其实可以，其实不用点，其实不用点，但是其实不用点。他要是我俩无法判断熟没熟，啊、我俩必须得安心的点三次水，才能确定。怎么叫点水？主角点水，你不点吗？我不懂。煮开了倒点水，它就不开了。等它不开了，完了再煮开了再倒点水。明白了，明白了。点这么多水啊？有点快点不下了。对呀、啊。你别说，差不多的，在东北年夜饭这时候也差不多，该整了，也吃上了。吃上了，完了一直吃呢。两顿饭，我们就是这一顿一直得，比如现在开始吃啊。其实现在稍微有点晚啊，我们可能大概两三点开始吃啊，一直吃到八点多开始看春晚，看然后他们就纯唠纯喝了，看，到十二点这些菜再一热，饺子一煮，那时候煮饺子，对，是哦，那时候煮饺子，吃就吃饺子。那我们是初一上午要吃一顿新饺子，年三十晚上。是吃一顿饺子，这之前都不吃饺子 啊？对对，我们初一也不吃新饺，吃剩饺。我们初一吃新饺子，而且初一跟三十的馅儿不能一样。我就乐意吃那剩饺子，早上起来。我爱吃溜的，就腾的。对，腾的。我爱吃凉的。我凉的也行，凉的跟腾的是一个道理，就是为啥那个皮有点干了，有点硬，有点筋道，就像一个小零食，你手拿的吃。对，它不湿润了，差不多了吧？点三回了吗？不。评判的标准如此的稀松，对，其实应该尝一个，不尝了，管他呢，一个盘指定装不下，那肯定装不下，再来一盘，哎呀，真细致，来，可细致了，毛毛整的也值得瑟，成饺子，哎呦，你别说，咱这桌啊，还有点摆不下呢，啊，搁那圆桌吃正经摆不下，你别说这桌挺，讲话呢，年夜饭，挺丰盛这一桌。